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不是很好，我已经给他试过针了，但是要在不伤害他性命的情况下为他解毒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我先去煎药了。 飞叶哥哥，不要想了，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。他为龙飞叶付出了那么多，龙飞叶对他好是应该的。如果龙飞叶对他不好，你才应该失望了。